朱砂酸桶浓度极高，能瞬间把人脱水烧成焦炭。一般猛人可没这玩意儿。门开了，开了，走。 有没有好一点？没事。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去有多危险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希望在迎娶你之前，把这一切都准备好。还好你没事。你知道吗？你好好的，对婉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以后别再一个人去了。那我去帮你把药给拿过来，这样才能快点好。好，我等你。 花一点还活着。
雪花乐占北风是天意，要是乐占南风，是朕。距離人各口のために何しに来たでしょう。君の考古現象隠れているんですね。隠れた方がいい。でもこの考古現象確かに両方探し助けになります。このすべてが軍部の指示のおかげです。川か旦那様か危うく死んでしまそうだ。マジですか。蒸龍城年始龍雪山聖堂観音家の中で封印されて神城に守られています。賭けと統計協力しないと神城を倒せない。しかし今のところ二人の若旦那様実情を知らないようです。仮な協力たやすいか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もう少しだけ足りないです。松田さんはパークイシリチご存知ですか。大法国の腕前さくてみたいです。五爷这精神，我们花儿爷马上就好。哎，不急不急，花儿爷慢慢来。今天晚上可是战花魁，这南陵镇花家、吴家、唐家的盛会，万众瞩目呢。你这嘴呀！哎，花儿爷，整个南陵镇可都等着今晚的战花魁呢。你这是怎么了？没事，从墓里回来。一直是这样，还是得当心点。哦，对了，你让我找的穆长风已经到南陵镇了。好，还麻烦小爷带我去迎接穆长风吧。哎，放心吧，我呀这就过去。哎，你呀专心抢你的大花魁就好。这终于要修成正果了，我先恭喜花爷了。也是，缘随愿来。哟。我们花二爷什么时候这么主动了？你赶紧去吧。走喽。真是。哎，穆爷，吴家小爷，幸会幸会。大老远的辛苦了。哎，说有个肥斗吗，我当然就过来了。哎，对了，花二爷今晚家里有大事，就让我过来接你了。哎，真是，你跟花二爷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就花二爷，花二爷就你一样。哎，走。哎，你先跟我透个底，这斗到底有多肥？穆爷听说过龙血栓黄木吧？解有苍龙精气的九龙镇灵血。哎，对了，这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这花二爷不也去了吗？可别提这事了，穆爷。花二爷是去了，受伤出来了，还死了俩兄弟。这不，后来花家堂主王忠贺还趁机反水了。哎，所以我说，花二爷着急了。哎，这
跟你说的那什么鹤有什么关系吗？他非说死那俩人是他的共命兄弟，可是这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的呀。哎，算了，不说这个了，晦气。快报吧，黄昏给我来一份。哎，谢谢。为什么南陵店的姑娘都那么水灵啊？这才哪到哪儿，花二爷的青梅竹马唐大小姐，那才是尤物中的极品。哎，母爷，您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这个，这是我的宝贝慈戒仪，它呀，进了墓能感应宝气，遇到敌人能感应杀气，重点是遇到美女能感应元气。哟呵，这么神？哎，母爷。不过我提醒一句，这全南宁镇的姑娘都可以，唯独这唐大小姐，您就别打主意了。哎呀，那花儿也要赶快跟人家成亲啊，总不能让人家姑娘还扮个花魁在那抛头露面，还得让大家争来争去，这万一没斗赢，哎，那多难看啊！多虑了多虑了，毕竟是花儿爷。哎，走。